客人介绍商品，还要不断备料整货。台北丁化街年货商圈开跑第二天，碰上周末假日，一早就出现人潮。就算得撑伞，还是有不少民众想采买多一点年货。今年业绩业者乐观看待，但想要把客人都顾好，也要先把人手准备好。今年因为疫情就是慢慢解封，我们也可以开放试吃嘛，所以人潮确实是多了2到3成。每年状况都是工读生会比较难招啦，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提前了2个月就开始在招工读生，就怕手忙脚乱。业者甚至把工读生时薪从去年180元提高到今年185元。另外寄出最高3000元奖金才补足人力，但不是所有店家都能及时找齐人手。今年口味花生只有4种哦，错过就要等明年，要买要快。工读生们靠着分工合作，尽量满足顾客需求，但店家门口还贴着工读生招募告示。业者透露，因为人力还不够，不知道他要增多少位，但是应该还要增量，让大家就是。工资是差不多，不会太多。缺工情况也反映在成本上，业者寄出高薪请人，势必得调高商品价格，民众也很有感。跟去年比啊，大概贵个50-60块啦。来这边逛，就大家都知道不是来追求 CP 值的啦。缺工加上原物料上涨，今年像是花生收成欠佳，腰果、开心果进口价增加，涨幅2到3成，瓜子和糖果也上涨1到2成，大饱口福的同时也得多掏几张钞票。华视新闻时间，胡仲伦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